农历春节将近，各类渔产价格飙涨。为了提供民众较平价的年节用鱼，全国渔会将从2月9号起，一连三天，在三重例行路鱼市场广场举办渔货大街特卖活动。今年特别邀请12家渔会及渔业团体共襄盛举，全面供应各类渔货，满足民众过年的用鱼需求。今年我们有12家渔会以及这个渔业团体，我们来充分供应我们沿近海的一个捕捞，还有海上向往养殖，以及我们陆上养殖的各种鱼种呢，来充分供应我们这个民众年节用鱼的这个需求。啊，除了这个生鲜的这个鱼种之外，我们还有渔会所推出的优质精致的伴手礼呢，来供民众呢我们年节的一个送礼啊，这个自用的一个需求啊。百元鲜鱼。每年渔货大街最令人期待的就是超值的抢购活动，今年也不例外。像一尾上千元的大白鲳鱼，当天只卖599元，而超大尾的冷冻石斑鱼一条也只卖399元。另外，百元鲜鱼抢购活动，只要100元就能把市价200元的鲜鱼带回家，而且前30名还加码赠送50元购物金。我们今年的这个活动期间有很多的一个优惠措施啊，包括啊刚刚大家知道的这个石斑鱼，今年呢价格有上涨的一个情形。我们现场呢有800、900公克的大石斑鱼啊，限量用399的这个价格呢来做优惠给现场的消费者。百元有鱼有包括金鲳鱼、鹅啊、灰鸡，还有这个鲈鱼等等呢只要前30名，我们都还有一个加价金的这个50块优惠给消费者。三天的活动，除了有鲜鱼特卖会，主办单位还聘请名厨，现场教民众烹煮各式的海鲜年菜，提醒想要抢好康的民众，手脚一定要快。凯擘大台北数位新闻罗如鸿采访报道。